尼木县位于西藏拉萨市，地处雅鲁藏布江中游北岸。尼木在藏语里意为麦穗，寄托了人们对丰收的美好祝愿。这里也是藏文化的发源地，除了文字，还有藏香、藏纸、刻板，尼木三绝远近闻名。藏香出自藏医的熏疗法，具有一定的医疗效用。刻板工序复杂，图案形式多样，图文并茂。藏纸六道工艺，经久不蛀，质地坚韧。尼木三绝和藏文化的传播，让古老智慧得以传承，让梦想之光照进现实。